众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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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大家晚安哈。最近的天气好像变化比较大哈，所以同学在就是身心的调整上要比较快一点啦哈。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啊哈，有些人就中奖了哈。所以像一般爬山的人就比较知道哈，就是洋葱式的穿法哈。那有时候脖子啊哈，围个围巾，然后帽子戴这样子哈，就多层次的一个穿法会比较适合我们。然后因为像现在室内有时候会有冷气啊，室外有时候我们又是常常都是室内室外这样子，好，所以需要就是做一个调整，好，需要做一个调整。好，那在寒山诗集之前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上次有讲到所谓的四岁图嘛，哦，四岁图的部分哈，那这是在网络上面所抓的哈，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一虎啊，一个那个老和尚，然后还两个家，哦，就是那个寒山跟拾得嘛，对不对？好，哦，这个图人家就一般都讲说很有禅意，哦，为什么很有禅意呢？哈，这里面象征其实就是平等。哦，因为我们一般来讲知道老虎它是其实是蛮凶猛的哦，那你能够就是说大家能够都睡，就是能够在旁边安睡，代表怎样？就是彼此之间没有那种对立的关系嘛，对不对？好，哦，如果彼此之间有对立关系的话，这三个睡得着吗？睡不着嘛。再来就是一个老少的一个，你看那个当中这个老少也是都非常的协调。哦，都非常协调，哦，所以这幅图呢，在一般来讲，哦，很多人会画，哦，他都说这个图上非常的有它的一个禅意的原因就在这边，哦，在这里面是没有一个对立的一个关系，啊哦，那禅一般就是我们把我们的一些成见，然后一些很多的那一种固定的一个想法，哦，我们给放下来，哦，所以在这边呢，你看我们也放下来对一个老虎的一个恐惧嘛。一般人就 看到老虎，同学睡得着嘛，不要说睡了，你站在旁边都觉得害怕，对不对？哦，可是在这张图里面他们是在安睡着，哦，非常的这样，哦，协调嘛。那这个图呢，其实我们有某些角度是不是大家也会讲到极乐世界，哦，虽然人家说极乐世界当中是没有畜生道的，可是，哦，这个和谐度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啊，哦，彼此之间是这样互相能够这样能够协调的，哦，不会像一般的那种我们认知当中的老虎就应该是怎么样，哦，啊，什么东西就是怎么样，哦，能够跳脱出这样的一个想法，哦，能够跳脱出这样的想法，哦，所以在我们在面对很多事情的，哦，刚才有同学像下午在讲课，哦，也有同学说，哎，事理的融通，哦，他不太懂，哦，什么叫做事理的融通，其实也就是像我们在很多东西，对，例如说一如啊、平等啊或真如啊这些东西的名相，我们会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名词而已，哦，我们没有办法契入到生活当中。可是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图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在告诉我们很多的我们的一个观念跟成见，哦，其实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所得到的一个很固定。好像有一个同学他就去那个禅修啊，哦，那禅修回来我就问他说，哎呀，发表一下心得嘛，哦，那个同学就开始讲了，哦，他就说，啊哦，他刚开始去的时候，哦，他觉得他做的腰酸背痛，所以他一直在找那个中心点，哦，然后他的那个思考逻辑就是非常的理性，非常的一个推一个一个推一个一个推着，他一定要一个推一个一个推。我说你是不是学理科的？他说对，哦啊，那个学理科的他的有一些观念他要有推理性，哦，他所以他就那个，所以他前面四天都在想这个问题，好，哦，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想说人其实这就是人想思考惯了，好，哦，啊，那个思考的逻辑也差不多就是这样，所以你很容易判断说啊他是学理科还是学文科的，好，哦，啊他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习性，哦，你有时候去听他讲他禅期，哎，然后我们有时候会请一些去打过禅期的，我们请他发表一些心得，你大概可以知道其实。
在他修行当中的一个呈现，就是他日常生活的一个思考逻辑。好、哦、啊，他的那个思考逻辑，他到了禅修，哦、他还是怎样放不下，所以他还是用他的思考逻辑，一直在那边想，想了四天，哦、很可爱、哦、啊，其实他说有些人他们都会有一些身心的变化哈、哦。啊，因那个是因为我们心的很多东西的放下。好、哦、啊，他还在执着于就是他的知识上，哎、啊、要怎么样找那个中心点、哦、啊，其实。像打禅期的前几天，他说会腰酸背痛，所以他也在认为那个是他打坐的姿势没有找到一个中心点。其实哈、哦，姿势的问题哈、哦，刚开始学习的确是有它的重要性。我们也跟他讲，就是其实就像钟摆，哦，钟摆你左右摆一摆，摆到最后面那个定点，那个就是你的那个中心点。那前后再摆一摆。哦、摆到中间你那个停下来越摆越动越小的时候那个就是你的一个那个禅坐的一个主轴然后就是中心点这样做完其实就这样就应该要放下了、哦、可是很可爱对不对他开始一直抓着这个、哦、中心点应该要怎么寻求什么什么然后又要看人家的一些支持哇别人做的怎么样然后就一直攀岩这就是一大堆的念头可是没有自觉哦、啊，他也不认为说这个是一个，就是人思考所常常都是这样思考惯了嘛，哦，所以有时候你跟像跟这样的人讲说，哎、欸，你的念头很多，他不会觉得他念头很多，哦，他说我很清净啊，我什么也没想，我只是在想中心点的问题而已，哦，可是中心点的这个问题可以想了四天。嗯，你就知道人的一个执着性，因为习惯要想了，所以就算他打坐的时候，他也会怎样抓一个东西来想。好、哦，那个就是一个习惯。好、哦，那像四岁图其实也是这样打破我们的一个思维啊。对，老虎为什么一定要那个样子？哦，为什么一定要跟人是一个对立的关系？哦，那这个其实也可以用在就是我们在对很多东西的一个沟通上面也是一样。哦、你如果你的一个姿态很多的那个想法都是跟人家都是一个对立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出现这样一个画面、啊、对不对、哦、你没有办法出现像这样一个柔和的一个画面、哦、所以有时候我们是在藉由修行呢把我们一些零零角角或者是一些思考的一些、哦、我们渐渐的放下才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哦、才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画面、哦、好那我们上次讲到四岁图的部分有跟同学说要让大家来看一下、啊、接下来的话我们再往下看、当然啦就有这边有、上次有讲嘛请那个风干做那个住持的部分那其实很多事情、住持的部分有些人那个名位的部分那是不是因缘系的一个剧组、哦、如果因缘系其实、很多人会说哎，那看完这个好像哎，风干他 不做请他做住持他不要做住持代表他比较亲近比较 不会去想要那个名位、哦、可是有很多事情不能这样讲、哦、有时候我们也要有学会怎样当下的一个承担、哦、所以这个思考会有很多的很多层面上的一个思考如果每个人都像风干这样子的话就没有所谓的住持了嘛对不对、哦、所以每个人因缘性有他该负担的一些责任有他一些不同的呈现都好、哦、同学来再回到这一张图上面对不对如果每个人都有他一个角色都有他一个很对立的东西这一张图是没有办法出现的对不对、哦、每个人都认为对方应该怎样我应该怎么样的话这张图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协调度的好所以有时候你去看那个有时候那个禅静的部分是你不用去靠言语静下心来然后你去看它你会有一些不同的一个感想好不同的感想好有时候看这张图也许你很多心上你之前的一些症结你认为很重要的东西你会觉得这样看完这张图你也觉得这样渐渐可以放下也没什么对不对好所以有很多人看到哎，你看、哦、他住持他不做所以这样不做住持就是这样比较亲近比较怎样没有去跟人家争名位可是同学想看看这是不是也是一个角度当你这个角度出来的时候是不是
有人他哎，例如说有很多事情要当下要人家出来出头做事情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不要出头了，对不对？哦啊，很多东西不是也是当下需要去承担嘛？哦，所以没有一定的角度，对不对？哦，每个人都有每个人思考逻辑跟方式，哦，然后这就会学会怎样彼此互相的一个尊重，因为怎样都好，对不对？哦，如果他的才能能够带给大家的更多的福利的话，或者是能够把生人照顾得更好，做出事也很好啊，对不对？好，所以不是说看完这个以后就觉得啊应该要怎么样，好，看完这个也只是这样一个面而已，好，一个面而已。 好，那再下一则的话，那个拾得河神的故事，很多事情其实也是这样啦，他这边就讲到说，哎，那个神也去告状，说跟寺里面的所有人讲说，哦，拾得打我，这也很可爱啊，这也很可爱，那个可见那个为什么就是说大家都认为就寒山跟拾得啊，常常都认为他们是有点疯狂的。30页的部分，好，我们先到三十页哈。30页的第四段，好，第四段，好，拾得河神的故事，哈，他也这样，就是我们有时候在对于那种就是啊，本来啊，哈，那个神就是应该要讲护持嘛，好，护持这些僧众啊，哈，所以当有时候那个那些鸟来吃的时候啊，那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禁止，所以那个拾得也很可爱，就以杖去打，去打它，所以很多事情啊，他这边就说一视芬兰，然后大家哇开始这样，然后那个就有说啊，那个闲事的隐遁啊，菩萨的隐身，所以应该要表扬他，那要表扬他的时候他饮食而逝嘛，对不对？也就是说有些人他对于名位的部分他本来就不会有任何的执着性，好，那其实对名位没有任何执着性能不能做事，好，这个可以用在现实生活当中啦，好，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也是啊，好，我们很多在做事情的时候会一定要怎么样，好，或是人家就是说，好，排队的时候这样，哦，要排中间，啊，然后要站要坐要 都是要坐中间，然后走要走前面等等，啊，那个都是人的对一个外向的一个执着跟抓取，哦，那就算不走前面不坐中间我们也还是可以做事情啊，对不对？哦，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可以用一些很比较能够就是无挂碍的一个心态去处理事情啊，哦，那再来他讲到就是这个赵州到天台去行见这些牛基啊，哦，其实这些都是一些禅宗的一些有公案，哦，禅宗公案。那其实我们看到就是说不管你是做上辈子做牛或是做罗汉那又怎么样，哦，很多东西像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执着性，哦，执着性认为有个我，所以有个我去做牛，或有个我去做500的罗汉，哦，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如果那个寒山在喊参天啊，参天的意思都是在告诉什么，都是在笑众生怎样执着啊，哦，都执着有个我啊，所以怎样参天啊参天啊，哦，他没有办法告诉众生怎样，哦，他的一个想法，众生也没办法契入到他的一个想法，所以他只可以喊天了，哦，人的一个累生累劫当中的一个就是头，那就是一直在这个轮回当中啊，哈。那我们都认为有个我，有个主体的存在嘛，对不对？我今天是牛，我今天是阿罗汉。可是其实累生累劫当中，很多东西都是怎样，都做过啊，对不对？好，所以那个是因为我们认为有个我的存在。如果你没有一个我的存在，牛又怎么样？阿罗汉又怎么样？对不对？好，所以很多东西还是有一个它的一个固执性，哈，固执性。好，那后面呢，哦，其实讲到的也是 啊我们直接看到那个十数道人，哦，就是在第五行的部分，
实数道人呢，和三圣师自序云啊，他曾经啊，他就读三圣师啊，三圣师其实就是指的是谁？风干嘛，然后那个寒山跟拾得这三圣，这三圣，那音韵啊，事出寻常，它里面所展现出来的怎样？都超乎我们人的想象啊，对不对？像老虎这样骑老虎，对不对？然后还有怎样跟老虎可以睡在一起，然后没有任何的什么不协调性，没有任何的对立感，也没有任何的怎样彼此互相的冲突，你看这张图当中就没有一个主体的存在嘛，对不对？如果有主体的存在，老虎不可能在这边啊，对不对？所以很多东西，那个就是我们能够放下我们自己的一个执着性，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境界了。那人的执着性其实太多了，像刚才说的那个男众，他去打个禅期，他为了要找那个主轴都可以找四天了，对不对？为了打坐当中，他因为他思考其实是真的是想惯了，所以他找一个东西来想。你想这个，其实还有一些人，他找一些祖师大德的诗来背也是有。所以人的一个执着性就可以由此可以可见一斑了。那他也就说，放轻松这三个字他也是想了四天，也是人其实你不要想不就放轻松了，可是你叫你不要想，有些人又觉得这样做不到，所以就抓一个地方来想。所以我们像我们的念佛法门这些也都是一样，对治我们的念头。因为我们习惯性这样想，所以这样需要有个对治，那如果我们本身就很多东西不执着不抓取的话，就不需要这些法门了。所以这些法门是要怎样对治我们的一些念头啊，一些想法，一些事情。那我们能够怎样解脱下来，把很多东西这样给放下来。所以你看他的你这个三圣的一个展现，是不是都跟我们平常人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三圣呢，其实这样就是跳脱出这样人的一个思维模式啊。人常常都认为一定是这样子，一定要穿的这样然后一定要吃的怎么样啊，一定要就是说整个人的展现一定要怎样，他才是一个很高深的还是一个这样很有修的人，对不对？同学，现在我们闭上眼睛想看看什么叫做很有修的人，大家所呈现的样子一定不是寒山跟拾得，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会觉得应该衣服上啊，然后整个打扮上啊，不可以这么邋遢嘛，对不对？可是其实他就是在打破各位的观念，什么叫做修，什么叫做没有修，对不对？不是在外表上面啊，所以他那个所有的展现都是在怎样破各位的执着。这就是菩萨的一个慈悲啊，对不对？他示现这样的相，然后让同学这样知道这世界上的事情不是这样向外求啊，不是我们看那个外相啊，然后就这样决定一切的。那如果能够破掉这个的话，我们才不会都落入在一个计较跟比较当中啊，对不对？哇，那个穿的怎么样，那个怎么样，长得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对不对？以寒山跟拾得来讲的话，绝对不是在各位的认为的有修的范畴内，可是人家就是有修。所以你看他的很多东西这样事出寻常。刚才也讲到啊，在有些那个如果以一般人的一个想法，像最近也看到一些就是在评论这个寒山拾得，他们用心理学的角度在说啊，这寒山拾得又笑又哭，所以他们大概应该是有一些就是精神上的一些问题这样子。这个讲法就其实就很好笑，因为其实如果他能够深入到，所以为什么不看前面的原因就在这边，因为人有太多的想法，他都用自己的想法在想。那寒山跟拾得本来就是在破各位的想法，那你又要用自己的想法硬是这样子套上他们，那个其实真的是 你要真的还是要在佛法上面 有一些深入，然后再做一个评论，可能会比较加公正嘛，对不对？因为他所出来其实是他修正的一个成果啊，修正的一个成果。但我们到时候就会看到他的诗啊，其实里面讲
好多的慈悲的地方、哦、那些慈悲都是在把那个佛法的真实相给展现出来，展现在世上、哦、这些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啊。哦、那一般的众生呢、哦、就是很执着一定要怎么样，他就破你的执着，你认为一定要怎么样之后，他就告诉你不是这样子、哦、例如说我们之前不是看到那个在传戒吗，他不是牵着牛吗、哦、然后在那边乱嘛、哦、他说哎，你们这样子乱戒，他告诉你这样无嗔就是戒、啊、对不对、哦、这就是在破很多人的执着什么啊，戒就是这样条文啊，哦，就是那个不要去杀盗淫妄酒，或者是比丘的500多条戒啊，比丘你的200多条戒，那叫做戒，并不是哦，他只是很简单的告诉你就是无嗔嘛。你如果是能够做到无嗔，他就是持戒了。哦，所以他就是在破各位讲对于一些名相，对于一些的一个诠释嘛，他把很多东西这样化繁为简嘛。对不对、哦、人就是这样想太多啊，可是这样执行的不多、哦、像他的那个很多东西其实你就回到最根本的东西去看他、哦、像之前在那个做一些那个就是有时候会做一些评审的工作嘛、哦、那他们那个刚好就是在写一些就是佛教的文章，然后申请奖学金这样子，他里面就有一篇文章叫刹寂，哦，刹寂其实就禅宗当中的就是寻求事物的一个本质啊，也就是我们不要看那些事物的外表。同学来，我们看一下这四岁图，这个的外表代表什么？老虎对不对？凶猛，会吃人对不对？哦，这就是事物的怎样外表。可是就它的本质来讲，以佛法来讲的话是什么？平等嘛，对不对？哦，一切本来就是平等的。好、哦、啊，可是因为我们人的一些想法，很多东西就灌注在这些我们所成的相。同学会觉得，哎，那这些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想法所形成的。好、哦，那这些都是在破我们的对现实生活的一个执着性，哦，执着性。好、哦，所以其实，我们知道寒山跟拾得真的是很慈悲啊，哈、哦，视线这样的相。哦，疯癫相，哦，所以同学对于一些很多的那种哎疯癫的一个解释，哦，也是啊，哦，到底同学想看看到底寒山拾得比较疯癫，还是我们比较疯癫啊？对不对？我们一直在执着这些外相，抓取这些外相为实嘛，对不对？好、哦，那可是那个寒山跟拾得一直在怎样破这些外相嘛？哦，他们从头到尾其实都在破这些外相，哦。所以他里面就讲啊，哈，这边啊、三圣啊，哈，他四季在寒眼，哈，有时候悲，有时候笑，有时候舞，有时候歌，哦，本来啊，执心就是道场嘛，哦，那高兴的时候这样就笑啊，不高兴就这样哭啊。可是现在人呢，哈，都会被教的怎样？哇，不行哦，哈，我们要怎样？哦，要守礼节啊，要怎么样啊？哈，啊，笑也变成现在人怎样？话也没地方讲啊，笑也笑不出来、哦、所以现在人只要能够笑出来都是本事了，对不对、哦、所以人家能够笑，能够该哭的时候哭有什么不对，对不对？哭哭笑笑本来就是人的本能嘛，回到那个最原始的那个状态，小孩子不是就是哭跟笑嘛，对不对、哦、来表达自己一个情绪啊。可是因为我们像同学像如果你问一个小学生呢、啊，欸、小朋友你会不会画画啊？小朋友会回答什么？会，我会画画。你哎，来问各位同学，会画，觉得自己会画画请举手。大家都不会画，为什么？因为大家的思考开始想说啊，师傅在问的是水彩画还是笔墨画还是怎样素描还是怎么画，对不对？可是小孩子很单纯啊，画画只要我能够画出一个圆圈，画出怎么样，我就叫做会画，对不对？所以有没有觉得我们开始就是接受了社会很多的框架之后，我们的思考变得很复杂，对不对？明明一句很简单的话会想得这样很复杂、哦、所以很多东西他开始这样啊，哭跟笑、哦、那个用心理学的层面或用一些角度来看，这个应该要用回归到佛法的角度，为什么他哭，为什么他笑，
他其实他的哭都是哭这样，世间人很可悲，对不对？哦，不知道修行的怎样珍贵啊，不赶快休息呀、啊？哦，他笑什么？啊，也是孝敬世间人的颠倒啊，对不对？哦，明明有这么好的法，哦，千千万万的法，这样大家都不肯修啊，对不对？哦，该不该哭啊？该不该笑？应该的嘛，对不对？哦，所以他这边就讲啊，有时候舞啊，有时候歌啊，哈、哦，知心是道场，其实有时候一些呈现的哈、哦，只要不要伤害自己，伤害别人，其实这样放轻松就好啊。哦，人有时候被束缚久了哈、哦，你真的跟他讲放轻松三个字，你看那个男众要思考4天呢。哦，什么叫做放轻松？哦，他开始抓取主轴，抓取一大堆的，他没有办法放松了，因为怎样，他紧绷习惯，那个脑袋怎样转惯了。你教他怎样放轻松，然后能够怎样，不要想这么多，他没办法。哦，所以有时候怎样，我们说执心是道场就是这样啊，不要想那么多啊，哦，有时候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哦，清清楚楚，哦。啊，有时候他就把这些诗呢写在石壁，有时候写在树皮，哈、哦，那这些讲微状不一呀、啊，哈、哦，那微雨甚奇啊，哦，就现在人来看，哇，这些画怎样，哇，好稀奇哦。可是事实上，他讲的是其实就是佛法了，都是在佛法的范畴内啊，没有什么好奇的，哦，只是因为怎样，众生不懂佛法，所以会觉得他奇，哦，那其实你要是懂佛法的话，你不会觉得奇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哦，那个智者跟愚，以佛经来讲，智者跟愚者之间的差别在哪里，或凡跟圣的一个差别在哪里？同学想看看，其实就在看我们在看事情的一个角度嘛。凡夫呢，就是用一些凡世俗的一些角度在看嘛。那智者呢，他就是用佛法，用一些甚深法的角度在看。可是他用的这些佛法的甚深法的这些角度去看，对他对世间的这些事情，他也没有任何的自爱心。那一般的众生，例如说，哎，学到了真如，学到那个，他没有办法把真如跟世间法这样做一个这样契入啊，对不对？哦，哎，甚深法是甚深法，然后世间是世间，好、哦，划分一刀，这样划开很清楚哦。但是事实上的话，我们学的就算是甚深法。哎，一般的圣者啊，或者是智者，他们就是用甚深法的角度在看这个世间，他看这个世间就是这个样子，好、哦，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是这个样子，而不是怎样，要透过我们爱学佛以后然后再智慧应该是这个样子，不是哦。以智者跟圣者来讲，他们看世间就是这个样，如实有没有？像那个经典里面还有说"如实说，如实做"，对不对？这些"如实"就是讲我就是这么样的看这个世间，好、哦，我就是跟佛一样哈、哦，或跟佛的智慧一样这样的看世间呢、啊，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哈，人都皆目之啊哈，就看到他这些行为啊举止，都认为他是什么疯癫汉哦。我们就想过啊，谁才是疯癫汉啊？好，我们在每天被烦恼这样子转的啊，看到这个也烦恼，看到那个也烦恼，然后看到很多东西，我们被这些外境给牵着走哦。今天一个境出现，哇，就开始这样喜怒哀乐统统出来了。哦，那同学谁疯癫呐、啊？对不对？好、哦，所以这边就是在打破我们这样一个惯性跟执着性。我、哦、常常认为，哇，那个，像寒山拾得这样子，哇，那个看起来就像是疯疯癫癫的。哦，可是他们的疯癫跟我们，其实事实上是我们自己颠倒，认为人家疯癫呐、啊。哦。所以治风干劳舌啊，哈、哦，因为风干就告诉那个吕秋哈、哦，告诉他那个寒山跟拾得，一个是文殊，一个是普贤嘛。好、哦，所以这边就是说，哎，那风干老舍啊，哦，多嘴多嘴哦。那还有加上，你看呢，这因缘性就是这样，有一个人这样哦，所以很多事情啊，哈、哦，不要大家觉得，哎，这样子是不是我鸡婆啊？哈、哦、啊，我这样会不会很多事啊？哈、哦，其实有时候啊，哈、哦，像哎。该帮忙的，我们就应该去帮忙，对不对？这就是菩萨的心肠啊。
对不对？哦，那我们要感谢有一个风干老舍，不然我们今天还没有一个寒山诗集可以看呢，对不对？好，所以什么有时候在看事情，其实就很简单嘛，该做我们就去做，我不管人家看，哎，这是不是鸡婆啊？这是不是怎样？哦，这是该做的嘛，有什么好去想这么多？哦，人就是这样，被这些想很多这样框架住，所以这个也不能做，那个也不能做，然后就这样被框在那边，然后常常都是两个字，啊，无奈，对不对？好，那为什么会无奈？就是因为我们被很多的价值观跟很多的东西给框在那边。曾经有一位师姐，她就说啊，哈，她过年呢，哈，想出国玩，好，想出国玩，可是她先生不肯，她先生不肯，然后两个人就不愉快这样子。好，那先生为什么不肯？因为先生所以觉得过年一定要整个家族一起过。那可是那个先生要知道，太太如果不高兴的话，会彼此不高兴很久，对不对？哦，所以那个其实 过年大家一起过的观念也是这样，人的一个思维模式而已嘛，对不对？哦，有时候互相放松一下，这都是 OK 的。像现在人都，哦，不要说过年，哦，前阵子就看到很多人就拉着行李这样，哦，在那个捷运站然后火车站，就很多人拉着行李这样到处走，对不对？哦，所以不管什么时间怎样，只要两个人都有空，然后可以出去走走的时间就是这样好时间嘛，对不对？哦，不要局限一定要过年这样。好像有我们有打禅期的那个有会在那个过年嘛，哦，那有人说，哎，我初二要回娘家，一定要初二才能回娘家嘛，对不对？好，哦，难道平常日子都不行嘛，哦，所以那个就看要不要，哦，那个都是一个可以取舍跟这样改变嘛。啊，你被如果被这些东西又框架在那边，那个太太就讲啦，我就只有过年有空，过年才可以出国，他又不让我出国，你说我生不生不生气？那太太一生气，先生一家吃饭啊，很多地方就不方便了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要学得聪明一点，哦，有时候很多的观念是我们自己认为的对啊，哦，那很多东西讲让对方愉快会比较好一点，哦，我们之前说了，只要这件事情有没有伤害到别人，没有嘛，啊，有没有伤害到自己？没有嘛，那不妨就去试试看，啊，对不对？哦，不要有太多的那种一定要怎么样，哦，同学，我们又回到四岁图，哦，你看多有禅意，如果我们一定要怎么样的话，这张图就不会出现了，对不对？哦，老虎应该是很凶猛的，它是一个主体，它跟所有东西这些事物应该都是对立的，对不对？它是对立性的，哦，你要让他们这样子三四个睡在一起是不可能的，哦啊，所以要能够让大家都能够这样子的场合，一定要有一个人放下自己的成见，啊，对不对？哦，所以家里关系也好，公司关系也好，各个的关系其实都是这样，如果 每个人都很有一个执着性，就是有个主体的存在的话，哦，那个关系一定彼此互相一定这样硬碰硬，好，硬碰硬，好，那我们就看到啊，所以后世啊，知其为讲三圣师啊，然后不知其师何为而作也，也不知道作者之意啊，然后读之为何啊，这都是这样三圣以敏事的乐场，啊，这些作为讲醒事，哦，告诉我们这样这些世间的真实相是什么，哦，我们一般的世俗人世间人所看到的就是这样世间的这些种种啊，哦，人那个 父母 亲戚啊这些种种的关系嘛，对不对？啊，可是你透由他所讲的东西，哦，你可以讲清清楚楚看清楚这世间呢，啊，哦，用佛法的角度讲很清楚的在看这世间，哦，所以越学完佛法这样我们越轻松越自在，对不对？因为脱掉了很多的框架，哦，最起码 能够像有些人认为学佛有没有，哦，有些人那个常常有些人说，哎，你学佛学了那么久啊，怎么呈现这样子啊，自成见怎么样子，他说，哎，你跟你讲那个名相啊，讲真如你也不懂啊，讲什么不二你也不懂啊，你到底有没有在学佛啊，哦，啊，学那么久啊，这个都不会这样子。可事实上我们以寒山拾得的观念有没有，什么叫持戒，其实无嗔就好了嘛，对不对？啊，什么叫学佛，哎，烦恼越来越少就好了，
对不对？啊，你如果学佛烦恼越来越多的话，你学的，哎，你懂什么叫真如了？有没有用？你懂什么叫不二？有没有用？没有嘛，对不对？所以这些名相就是一个名相而已嘛。你没有再把这些的一些智慧怎样融入到你的生活当中啊？哦，所以这个你所知道的那些又有什么意义？对不对？跟你知道，例如说，像以前读的理化啊，哈，什么加什么等于什么，那有意义吗？好，像最近就有一个同学，他就说，他一直强迫他小朋友要去学一些才艺。我就跟他笑笑说，其实有时候你自己现在想一想哈，你以前所学的才艺哪一样有用到？哦，所以不如怎样？哦，现在小孩子很辛苦呢。哦，听说那个学才艺啊，哈，啊，学一些艺文啊，哈，吃饭都还要到晚上很晚才能够吃诶。哦，这就是我这样人的一个颠倒。哦，哎，我家小孩子有学什么？哎，听到人家家里学什么？哎，比较，哦，赶快，我家小孩子不可以输人，所以也要赶快去学什么？好，哦，所以人的一个一看世界的一个盲点，就变成是这个样子啊。可是其实我们自己蒙着心来问问看，同学，你以前所学的才艺哪一样有用到啊？对不对？啊，可是你花了那么多时间跟金钱，哎，现在父母很颠倒的。哦，他花了很多的精力在什么？赚钱？为什么要赚钱？因为小孩子要学才艺，所以要花很多钱，所以父母亲都忙着赚钱。可是其实小孩子需要的是什么？陪伴嘛，对不对？啊，这是不是一种颠倒？啊，可是世间人都这样追逐追逐哈，人家你看他隔壁的有学什么，我们家的也要怎么样，对不对？啊，可是回归到事物的本质嘛，本质嘛，差级有没有？很多东西，如果我们被外表所迷惑的时候，忽略掉那些事物的本质的时候，我们就被那些这样外相给牵着走了。好，哦，所以那个禅的精神，这样就是看清楚事物的本质啊。好，哦，那我们看清楚了，用智慧的角度去看清楚了很多东西，这样就不会被牵着走了。哦。所以你看他的醒世的这些人语啊，哇，其实哦，非常的就是让大家能够这样哦，能够了解这世间的本来真实相就是这个样子啊，哦啊，世间的那些佛法的本质啊，哈，世间的本质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那世间人在追逐什么，在执着什么，在抓取什么呢？哦，所以其意呢，以诸经之旨为玄为呀，啊，哦。很多的经典这样都叫做甚深法嘛，对不对？啊，很多的那个经典里面都有四个字叫不可思议，对不对？好，哦，所以这样，哦哟，那个都看不懂哦，非常的玄哦，非常的维系哦，所以不是这样早晚就能够解悟的哦，不是你这样早晚啊，一下子早上看，然后讲讲晚上就可以了解，然后可以去悟到的哦，所以他以一些。那个触景啊，哈，及物的句子啊，我来讲，就也就是他以一些世间的这些东西，这样让你们产生兴趣以后，这样引迷入悟啊，哦，所以这才是用佛法的角度在看他们呐，啊，对不对？哦，要不然你用世间的角度，刚才说的啊，那个啊，又哭又笑，哦，那个角度其实切入得很奇怪，哦，哭跟笑本来人的本能，有什么不对？对不对？好，那此智者怎样得于忘全呢？哈，那愚者呢？因相觅意。哈，得于忘全的意思就是说啊，哈，我们一般来讲，哈，那个全是就是抓鱼用嘛，对不对？那如果你鱼都抓到了，那个抓鱼的工具还不要拿在手上，不要要放下嘛，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在修行很多的法门，其实也是这样子啊。哦，重视每个人在修行净土的，说净土的很好，然后就开始跟那个禅宗的打比仗，啊，或者是密宗的又开始跟显教的打比仗，哦，有什么好打的，对不对？哦，那个所有的修行法门都是要怎样得于嘛，生死解脱嘛，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到达那境界，那个法也是这样得放下来呀，啊，哦，连法都可放了，同学想看看有什么东西是不可放的。那么珍贵的法都可放了，啊，哦，
佛都没有告诉你这样，哦，我讲的法非常的尊贵，所以大家要这样背着扛着，然后不能够舍弃，没有哎，佛也告诉你这样，他没有讲一句哦，哦，没有讲一个字哦，哦，所以愚者呢，因相觅矣，哈，能够至少啊，哈，他有些人看到这个啊，哈，他会想到怎样，哦，去追寻啊，对不对？哦，好奇嘛，哦，四相图、四岁图，哎，什么叫四岁图呢？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像的一个出现？然后好奇心怎样，那他能够契入到佛法当中，这也很好嘛，对不对？哦，所以智者呢，去扶持而正实际啊，对不对？有智慧的人他怎样？就刚才讲的啊，哦，去除掉怎样事物的怎样外相啊，而能够契入到怎样本质当中啊，哦，一般的人都在追逐外相嘛，哦，佛法的这些刚才说的这些名相啊，这些种种啊，或者是世间法这些外相五欲啊，哦，这个根根尘交涉这些种种嘛，哦，可是怎样没有办法去证实际啊，哦，那如果这一本那个寒山知己同学能够契入的话，能够这样智者的话，他能够这样去扶持而证实际，这个实际就是他契入到法界的真实相当中啊。好，不会，就是我们现在都是抓取的都是这样六根跟六尘的交涉啊。哦，眼睛看到的，哦，我们就认为它真的；耳朵听到的，我们就认为是真的。可是同学，像我们的人的器官其实非常的有限，对不对？眼睛看到的。同学想看看啊，狗的眼睛也比我们怎样，可以多看到一道的那个众生嘛，对不对？啊，他鼻子也比我们灵啊。众生要执着，哦，我看到的就真的，我听到的就真的，真的嘛。哦，所以他能够去掉这些表面上这些种种，然后这样契入到真实相当中。哦，那愚者呢，由出眼啊，哦，而怎样悟直指啊，哦，能够怎样渐渐的维系啊。哦，从根根尘交涉这些粗糙的面，然后能够这样慢慢的契入到修习的整个的本质当中啊，哦，所以这个为什么要这样子啊？这就是这样三圣敏士行事的一个深意啊，也就是你要了解他的用意啊，这么的这样这么的深啊，哦，就是要讲让大众能够真正的契入，而且不但是真正的契入，而且这样能够在生活上面能够如实的这样观知啊，哦，而不是这样又回到自己的习性，然后又回到自己的一个方式，一个习性在看这个世间的东西啊，然后情绪又开始这样，哦，今天看到那个高兴的事情就这样哇极欢，然后如果看到那些讨厌的人又开始这样极怒，哦，都还在情绪当中啊，哦。那寒山呢，那个拾得扫地啊，哦，那世祖就问啊，哦，姓个什么啊，住在何处啊，哦，这个就是一个有趣的地方啦，哦，因为同学要对佛法来讲的话很基本就是这样诸法无我嘛，哦，很多东西没有个主体性在嘛，哦，像四岁图里面也没有个主体性在，如果老虎它有个主体性在，它一定这样吃人，对不对？好，然后周边的人一定这样没有办法安静的睡在他的周边，哦，那所以本来就没有一个我的一个主体性在，那这个世祖呢，哦，又还问说，啊，你姓什么啊，住在哪里啊，这是不是都是我，是谁在有个姓名啊，啊是谁住在哪里啊，对不对？都是我嘛，对不对？哦，那你既然你学了佛法，那你还问姓个什么住在哪里，啊，哦，所以这样拾得啊，哦，就这样放下那个扫那个扫把，哦，就手插着就站在那边，然后那个世祖这样看不懂他到底在干嘛，那寒山就这样捶胸就说，哇，哦，参天了参天了，你看又喊参天了，对不对？好，哦，我们刚才说喊参天是为什么，就跟刚才那个哭跟笑其实同样道理呀，啊，哦，众生为什么都没有办法真的去了解佛所说的深深意呢，哦，然后还在做种种的执着啊，哦，就是所以要这样喊参天了，啊，因为没有人能够契入，没有人看得懂，没有人听得懂，没有人能够怎样跟他能够怎样了解他的意思啊，对不对？哦，所以只能够无语问天呐，啊，对不对？好，哦，那
石德又问啊，哈，啊，汝做个什么哈，啊？那寒山就说：“岂不见道啊？哦，啊，如果不见道的话，就有东加死，西加阻碍。哦，东跟西也是因为我们有站在这样有一个角度，才有东跟西嘛，对不对？哦，例如说我站在这个位置的话，我的左右是这样子，对不对？左边在这边，右边在那边嘛。可是如果我站在那边的时候，我的左右就颠倒；如果跟我面对面的话，左右就颠倒。”好，所以我们人的思维模式常常都以我为主体，然后开始有种种的区别嘛。东跟西不是也是这样分别而来的嘛？那什么叫做东，什么叫做西呢？对不对？好，所以很多东西其实是我们有一个我的一个主体的时候啊，如果你不见到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东，有个西，然后有一个那个，哎，为什么东西有一个东家人死，然后有一个西家人的阻碍？其实一切的也都是因缘性的一个和合啊。所以因作无笑哭而出，哦，这公案的部分，哦，其实大概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哦，其实比较倾向还是我们会在他的诗集上面，哦，在他的诗集上面，哦，他很多东西其实写的，非常的 有那个他的一个甚深意在，哦，那这边的寒山诗集序啊，哦，这边有讲到寒山诗呢，哦，我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就简略讲啊，哈，这个寒山子呢，哈，不晓得是哪里人啊，哈，大家都认为他疯狂，可是呢，哈，他有时候会到那个国清寺啊，哈，那寺里面有个石德，哦，那就会常常大家，哈，把一些剩余的菜饭呐，啊，哈，然后还寒山来过来，啊，他就让他带回去，哦，那有时候呢，哈，或在他的那个禅堂那边慢慢走啊，哈。然后这样叫噪凌人，然后，他很喜欢，很喜欢这样戏弄人，对不对？哦，引起你的情绪之后啊，然后再告诉你怎样，你现在起的念头是什么？贪嗔痴啊？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动作？因为一般的人，你跟他讲，你念头很多，哦，他承不承认？不承认嘛。就像刚才那个男众四天都在讲主轴，你跟他说，你的念头很多，他不会承认啊。哦，没有，我没念头，我只是在讲想主轴而已。可是他惊取他的情绪之后啊，很明显我们就起嗔的念头了，对不对？哦，他在告诉他这样，什么叫嗔的时候，他是不是就很容易去气怒了？所以有时候这种行为啊，哈，他的起心动念并不是这样。现在一般我们说的犯戒就是恼乱他人，对不对？大家以为哦，这个行为是的，恼乱他人，对不对？可是他的起心动念在干嘛？他其实是在让世间人有所这样觉醒，发现自己的念头，发现自己起了贪嗔痴的念头。好，所以他你看他的一些行为为什么会称为疯癫的原因就在这边，哦，妄空啊，毒笑啊，或者是有时候那个僧人啊，抓到他打骂，哦，就算人家对他打骂，他也是这样，拍着手啊，然后呵呵大笑，然后就走了，哦，所以，他也不会去在乎人家的打骂，哦，好，那他因为他的外表啊，看起来就很贫穷，然后他的外貌也看起来这样，那个就是非常的那个。枯老啊，就是很憔悴啊，很憔悴，不会像有些人所认知当中，有修应该是这样，我精神饱满或者怎么样，他的外貌完全打破同学对有修的一个观念，有修的一个观念，所以他的一言，但是呢，你要看到重点在哪里，一言一气这样理合其意啊，他的不管是所作所为怎样，都能够契入到佛的一个怎样真实意当中啊。好，哦，那个佛所讲的甚深法这些部分呢，啊，他呢都能够这样契入在这当中啊。哦，这才是重点呐，啊，对不对？哦，而不是在外相啊，外相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世间的这些呈现而已啊。重点是在这样，我们的一举一动是不是有真的？契入到佛所说的，还是说被一些怎样，哦，例如说什么宗什么宗什么宗给迷惑掉了，哦，一定要那个宗一定要呈现是这样，可是其实佛法的本质很简单嘛，对不对？哦，像戒定慧就是三个字，哦，然后去除掉怎样我们的贪嗔痴，去除掉我们烦恼，也就这么简单而已啊，
哦啊，可是各宗各派，哇，讲得好复杂，对不对？啊，可是事实上修行的本质就在这边而已啊，哦，不要弄得太复杂哦，好像讲越不懂哦。哎，那个东西啊，大家越看不懂，代表怎样？我越高深。好、哦、像那个有些人就说，哇，那个卡内基啊，一堂课好像就好几万块啊，什么都，哇，那个课真的很好啊，怎么样？哎，那个改变只改变我们怎样一辈子而已嘛，顶多你这辈子变得怎样比较会经营，比较会有钱而已。哎，佛法改变是累生累劫。对不对？好、哦、啊，怎么没有人说哇？那个佛法的那个价值性哇，好高哦！就是因为佛法价值性太高了，所以才很多地方这样免费呀、啊。为什么它免费？因为太多人的护持啊，好、哦，太多人的护持啊，这才叫做珍贵，好、哦，这才叫做珍贵哦。不是依照世间法的一堂课多少钱去评估啊？哦，像有些人就说，哎呀。那佛法是免费的啊，所以这样啊，下雨，嗯，想一下，哎，今天好像有那个在其他地方上课，哇、哦，每次看到那个大太阳天，然后要出那个门，然后要上课，我就觉得好难过啊。可是，一出去又觉得还好，哦，还会考虑这些啊。如果是好几万块的课的话，会不会考虑？不会嘛？对，所以人的那个想法就是这么样的简单呐、啊，哦，这么样的可爱啊，哈、哦。好，所以我们看一下哈。他所呈现出来的其实都怎样？哇，非常的有智慧。可是这个智慧要你能够怎样看得懂啊？对不对？可是一般的世间人怎样看不懂啊？对不对？他只看到外向的部分啊，觉得这两个真的是疯疯癫癫的、啊。好、哦，好，那这边他后面讲到啊，哈，二四哈、啊，第四行的部分啊，哈。我们其实一般的人呢，都是在三界当中一直轮回，然后不自觉嘛，所以这些文言就是一直堕灾，一直告诉大家，不停的一直讲，要大家讲能够体会在三界轮回的苦，然后能够赶快修行，然后那或者是在村野当中，或者跟那些牧牛的人啊，那边歌啊笑啊，不管是遇到的是逆境或者是顺境，怎样？自热其性啊，对不对？哦，人家打骂他有没有关系啊？没关系啊，对不对？啊，人家赞美他、称赞他，他也这样，没关系啊。因为人家赶快，我那个吕氏那个官吏要礼拜他，要请他，就是拜他为师或是怎么样，他也是这样，赶快走啊，对不对？哦，他也不会说，哎，因为。哦，不是只有忍辱而已啊，他对于那些荣辱的部分，他都怎样一视同仁啊，对不对？哦，他没有那个分别跟差别相，他不会执着那个差别相，对我比较好的我就怎么样，对我不好的我就怎么样。哦，对他荣辱来讲都是这样一辱啊，不管是怎样哦称赞他的也好，也是一样哦，不管是辱骂他的也是一样，哦。那这边后面的话，其实同学就可以大概自己看一下了哈。他这边就是他要那个这个，这个官吏呢哈，要过去的时候啊哈，那个残就有个风干呐哈，然后在那边就是救了这个官吏的一个。生命啊，所以这边他就讲到啊，我们看一下第二四第六行的下面的部分，身居四大哈，病从患出啊，若欲除之啊，则需进水啊，所以他们就说洒净，然后刚才有，所以有同学就说，哎，下大雨啊，消业障就这样子哈，顺便是佛菩萨都洒净了哈，顺便我们消业障好，啊，其实。都好了，都好了，只要是一个正面的想法其实都好了。好，所以他这些都是一个外向的一个呈现了。那再来的话，同学后面其实还蛮简单的，我们就可以稍微自己看一下。那这边后面讲的也其实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那个两个人的一个呈现呐、啊、哈，那再加上就是最后二四第五行的部分呐、啊、哈，当人家知道他们两一个两个都是那个文殊跟普贤的时候，他就说：“哎呀，风干老舍老舍哈、啊，这个、明明他自己就是这样阿弥陀佛啊哈，然后他干嘛来礼拜我啊？”哦，所以他对于这些夸奖，他也不会觉得就是啊，好骄傲，起一些慢心的哈。人其实有时候起慢心哦，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抓取一个点，然后就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啊哈。那事实上的话，你看连文殊跟普贤都不会觉得怎样，自己很了不起了，何况是我们一般的世间人，好有什么好起慢心的呢？对不对？好。好，所以我们就直接看到这边哈，这就是告诉后来那个他们，所以就是把那些写在那些竹子啊、木头啊、哈、石壁啊这些的300多首的诗、啊，然后就这样串联成一卷，然后才有今天的一个诗集哈、啊。那这就是讲寒山诗集的一个缘由哈。那我们直接看到33页的第一个寒山颂。到了颂的部分了，我们来看一下。哦，这边就讲扫尽尘沙撞现沙，所以这在讲什么？这在讲我们的有没有十二因缘当中的第一个叫什么无明，对不对？哦，我们起了很多的贪嗔痴的念头，对不对？我们这些烦恼啊，就是像尘沙一样啊。对，哈，我们修行法门，然后把一些烦恼给消除之后，这样，哦，一回头这样，又一大堆的尘沙，哦，又这样抓取了很多的烦恼放在那边，哦，所以才会像这样一直在轮回当中啊，哦，这就是我们的无明啊，哦，啊，我们在扫尘沙，就是把那个，就是把我们的这样烦恼给这样消除啊。哦，才能够怎样转无明为明嘛？哦，才可以破我们的无明窍啊！哦，那千年的条帚啊，哈、哦，那个条的话，其实就是一种尾花哦，芦苇那个开那个花有没有？哦，大家不晓得有没有看过哈、哦？我曾经看过那种整片山头啊，哈、哦，当那个芦苇花一开的时候啊，哈、哦。不过有些那个人在说，那个芦苇应该是比较靠水边的、啊、那山上应该叫芒草啊，都好了、啊、那整片啊，好像那样山头白了头啊，对不对？整片的白，那这个就是我们千年的这样，那个走就是用那个芦苇那个它的那个树枝，然后编扎成的一个那个扫把哦。啊，我们他这边就是我们其实累生累劫当中啊，哈，一直都在这世间上轮回啊，哈。他这边用的是千年呐、啊，其实以佛法的角度来讲，累生累劫不是都是这样吗？一直在轮回当中啊，好，一直在轮回当中。那当中吕秋此指认这样风干蛇哈，其实风干蛇在到了后面呢，哈，还有一个就是衍生的一个意义啊，哈。风干蛇就好像是有些人这样把风干的话拿来讲、哦、重复人家的话，可是他不了解他的意思，只是这样取其意而已啊。哦、那有时候也叫做风干蛇、哦、所以他有很多种意思啊。那这个好像是这样，这位那个还好他还有认得那个样风干蛇，要不然我们今天也没有这本诗集好来读啊，对不对？寒山诗集啊、哦，落叶飘零何处家？同学，下辈子要去哪里知道吗？不知道，对不对？要往生到哪里不知道，对不对？哦，所以人在讲生生世世一直在轮回当中啊。哦啊，这要不要紧啊？非常要紧，对不对？啊，同学有真的把它放在心上吗？嗯，要问同学了。哦，这边就一直告诉大家这样啊。如果你能够了解这寒山集的话，你就能够这样扫尽这样尘沙，这样就能够把无明转成明了、哦、不会像这样子一直在这个人这个世间这样一直轮回呀、啊，一直轮回呀、啊。哦，那后面他就是在讲那个很那个这本诗集的一个珍贵性
珍贵性，粪扫堆头 无家族啊，一般的人呢，认为这样，像 寒山跟拾得，我们都认为这样啊，没什么嘛，对不对？我们回到那个前面，他那就最前面那一张图，有没有很像两个这样，那就是又不整理外表的那个很邋遢的两个人而已啊，对不对？啊，可是你看他外表是这样，可是怎样，他其实是无价珠啊，他所知道的这样佛法是这样，能够让我们解脱生死，无价珠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啊，一堂课哦，有些外面号称多少，可是其实佛法是这样无价珠啊，因为没有价值在，所以这样不开价，那也是因为他是因为他是无价珠，所以才会有这么多人的护持啊，所以才会无价，所以那种东西不是我们世间人用那种数字来表达的，所以你到了佛法以后，其实你对数字的呀，你不会执着在那，一定要那个数字，那痴人呐、啊，敌这个敌面就是见面，痴人呐、啊，一般就是那个痴，大部分都是愚痴啊，也就是无明的人，也没有去看到佛法的那个真理的人呐、啊。我没有契入到佛智的人都是怎样称为痴人啊，痴人就是一般世间的一个凡夫啊，世间的一个凡夫啊，那痴人啊，就算看到这无价珠还是怎样，哇，还在那犹豫不决，要不要修啊，修行重要还是这五欲世间法重要啊，对不对？还在那怀疑啊，犹豫啊，时间还很多嘞，所以怎样慢慢修，慢慢修，但是呢，甘年的长夜啊，黑如漆啊，同学要知道啊，累生累劫当中啊，我们因为这样无明在这边不要轮回多久了、啊，那个长夜怎样，因为那无明的那个覆盖啊，那我们看不清楚怎样我们的怎样真如本性耶，黑如漆啊，那你忽发真观是此书啊，也就是说你要能够找回你的真如本性啊，这本书你同学有没有发现它的价值性啊，这就是怎样寒山的这本书诗集的一个 给大家这样一个信心啊，为什么要读这本书，能够让我们这样在这个那个累生累劫当中的轮回啊，能够看到一丝的什么毫光啊，或是曙光啊，对不对？能够借由这个曙光，我们可以契入到佛智当中，能够这样生死的一个解脱，所以我们知道他这本书的智慧是这样非常的这样所谓的不可思议啊，但是呢为什么选用这本书，很多的不可思议的经典啊，同学在看的时候会觉得这样就是三个字看不懂，可是他的一些的那个深深的部分他呈现在生活上面，就像同学刚才有讲啊，他常常就是看一些明代啊或是其他朝代的那些祖师们，他的一些行径啊或他的一些言论啊，因为是文言文嘛，比较看不懂，可是如果是现代的人啊，他所写的一些文章因为白话文又侵入到我们生活，他就怎样比较看得懂，同样道理啊，也是这样子，那个在佛经上面所讲的东西也许我们没办法把它这样跟生活当中做一个连结嘛，可是寒山拾得他们却是这样很务实的在过这个生活，那把他的对于那个佛法的一个领悟呢，然后确确实实的写出来，对不对？对于我们来讲的话，比佛经的那个甚深意还要好懂，对不对？可是他的那些写在那些这些三百就是这些诗集里面当中啊，没有一个诗集是脱离这些甚深法的，这就是这本书的一个珍贵性，所以我们才在课程上面介绍，能够把那个四根底的、啊、能够圆通的这本书经那个诗集是怎样最好的一个示范、啊、最好一个示范、
好，因为这边它空气空调的部分哈，那可能有一些同学会觉得闷，那没关系，有些人需要站起来，然后做做些动作哈，都 OK 了哈，都 OK 了哈。好，就能够让自己身体能够舒服一点就好哈，因为还是会有点闷啊哈，或者是冷气能够把它再调小，就是调低一点，同学会闷嘛哈，不会哈。那这边我们在后面就看到啊哈。这寒山送呢，哈，为什么要讲？就是怕一些人家看不出它的珍贵啊，所以先告诉人家，告诉你这本诗集的尊贵啊，哦，免得同学哇，这没什么啊，哦，两个长成这样的人，然后要写的诗集有些什么呢？哦，所以可以告诉你它的珍贵性在哪里，哦，好，那这边后面讲到菩萨遁机呀，哦，他隐居呀，啊，哦，很多的菩萨其实。其实我们常常说啊，哈，菩萨的视线就是这样，只要是能够让你能够想到要学佛啊，能够接引你进这个佛门的，都是什么？菩萨。所以菩萨有很多的视线，哦，像有些的是因为进来学佛，是因为父母亲啊，哈的往生啊，或者是有些因为生病了，有些因为种种的原因，然后所以要想到这样。来学佛啊，哦，这些其实都是这样菩萨的一个视线，哦，菩萨的一个视线。那他那个视线呢，吼，哦，像讲平视一样，哦，出现好像很穷，有没有？可是其实他是很真的很穷嘛，哎，他是无价珠，哎，无价珠，哎，哦，可是他给你一个这样完全这样没办法想象。对不对？人都很喜欢用自己的思维模式去这样思考嘛。看到这两个外表，怎么可能无价珠？可是这两个平视，它所呈现就是叫做什么？无价珠。好，哦，有没有打破各位同学的一个惯有的一个观念？对不对？好，哦，一定要怎么样才叫有修？一定要有什么山头？一定要怎么样的？其实这些都是人的一个对外向一个执着性，对不对？哦，只要能够真的讲的是这样，那我们能够这样烦恼降低的，这就是佛法。哦，然后能够让我们贪嗔痴颠倒，这就是怎样，这就是无价珠了。哦，那这两个呢？哦，像那寒山，他就独居在寒山嘛，哈，哦，那自乐其志啊，哦，自己家哦，自得其乐，哦，这也是一种本事哎，哦，同学。想看看有没有人可以自得其乐的？现在人很难呐，啊，哦，都常常都听到有些人说："师傅啊，我有一些事情哦，都没有人好讲。那师傅有没有空给那，就是跟我讲一下？哦，活得都很无奈，对不对？哦，所以人家能够自乐其志，那代表怎样了不起啊，对不对？哦，那你看他的外表也不怎么样哦，然后他的穿着啊，吼，哦，那个不求这样壁纸啊。"哦，但是呢，他的怎样出言这样成章啊？哦，他讲出来话非常的有道理，哦，非常有道理。然后第十这样，第十真理啊，这个第十就是讲那个佛法的真实相，能够契入到佛法真实相。哦，然后可是凡夫的呀，没有办法看得出来啊，哦，所以谓这样疯狂子。那时来天台啊，哈，哦，他那时候来天台的时候，他就入到国清寺啊。那在国清寺啊，他就讲徐步长廊啊，哈，哦，然后呵呵夫子啊，哈，哦，很自在啊，哦，他没有任何的限制，然后不会觉得哎呀自己穿这样子。你看哦，如果是一般的人穿成这样，然后人家一定会觉得哎呀我穿这样子，人家会不会怎样看我啊？怎样子？然后啊，或者是说啊，我呢，人家一般都吃成那样，啊，我吃成这样子嘛，然后怎么残饭菜渣有没有？一定会觉得自己，哎呦，怎么那么拍马，然后就自怨自叹，对不对？人家不会哦，人家还讲，哦，该散步的时候，他就在那边散步，哦，徐步，哦，然后怎样，呵呵夫子啊，还能够笑嘻嘻的啊，对不对？哦，或走或立啊，哈，喃喃独语啊，哈，他吃的怎样？都是人家的那个，就是那个国清寺他们的一些僧人，好不好？用完餐了以后，一些残饭菜渣，啊，那又怎么样？可是人家笑得出来
对不对？好，现在的人啊，常常有些人就号称吃好几万啊，吃完以后的呀，啊，愁眉苦脸的哦，又要开始算计，又要开始计较啊，人家就算吃的这么差，人家还笑得出来啊，怎样好，对不对？哦，怎样都好啊，好，就有人那个。之前有一个政治人物也不是他就叙述说啊吃了好几万块还不是大出来还不是一样对啊对当然讲出来就比较那个太过于那个齁啊可是这是其实怎样真相也都是这样啊对不对齁、哦、我们所认为的好吃也是那刹那间啊刹那间的那个好吃啊可是吃完以后还不是怎样回到苦吗还是要怎样排出来啊还是要那些种种的嘛所以你吃的就算大家想看看一个专门都吃好几万块的人跟一个人都吃几十块的人这两个一样嘛对不对终究还是一样嘛对不对好那他淫妓啊悲哀啊为什么悲哀这么好的法怎样大家竟然怎样看不懂也不修耶对不对、哦、所以悲哀在这里、啊哦、那这些啊生啊熟啊、哦、有时候会讲堕腿啊、哦、有些讲啊、哦、就是、赶他走啊、哦、然后或者是揍他、哦、都不动摇、哦、都不动摇、哦、他心不会被外境所转、哦、不会今天人家称赞他哇这个是好人我以后这样做事情的时候我要多帮他一点哦、或者是说哎、欸，这个是好人所以我以后就渡他不渡别人不会、哦、他都这样也不会动摇啊啊，你今天夸他他也不会动摇啊好、哦，这就是这样心这样不被外境所转、哦、心不被外境所转、哦、这个的话跟有些人就说那师父这种境界不是教我们就是说哎、欸，跟木头人石头人一样嘛不管人家怎么对待都这样都一样哎。欸跟不一样哦我们所他这个所做的所为是因为怎样他已经能够知道那个佛法的真实相所以他表现出来就是如实的表现可是同学我们所认知的当中跟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所谓的石头人或木头人是因为我们这样曲解佛意所以表现出来这样是石头人木头人这两个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哦了解这意思吗我们认为这样哎，心不被境转嘛啊，所以这样我们看到任何事情我们都不要有任何反应然后都不要起任何那个就叫做什么心不被境转可是事实上呢这个是因为我们看到表面上的佛意没有修正到那里啊嘴巴这样讲可是同学想看看哎，今天一个人打下去的时候哎，心不被境转做到吗对呀、啊哪有可能石头人木头人对不对、哦、早就这样跳脚了、哦、然后早就这样不晓得那只手另外一只手已经准备着要挥回去了对不对、哦、或者人家稍微讲一句话、哦、等一下就这样回他十句给我记着对不对、哦、所以那个是有差距的那个人家是修正以后体验到整个的那个佛法的真实相所以他展现出来叫做如实如实就是像 佛的智慧一样这样的一个如实的一个展现、哦、这样有智慧的一个展现、哦、那作用自在、哦、这个自在啊其实什么叫自在啊同学所认为的自在跟佛经所讲的自在差很多耶同学讲的自在可能今天比较有钱比较有闲一点啊，我今天想要出去玩我就出去玩就叫自在了对不对可是佛法所讲的自在是这样不产生烦恼然后再对世间的这些看得很透彻然后怎样能够契入到佛智当中所以他怎样不会被世间的这些怎样所抓取啊那甚至于可以怎样解脱生死啊所以这样才叫做什么自在、啊、哦，这两个世间的自在跟这样佛法的自在差很多的、哦、差很多的、哦、所以凡愚啊难止啊、哦、这些、哦、都很难 遇到这么好的法、哦、急出一言啊、哦、就能够这样顿萃成雷啊同学我们来看看等到读完这本书以后我们看看有没有这样子、哦能够把这些怎样
累生累劫当中的这些烦恼怎样放下。哦，所以四顾啊，国亲啊，哦，这国亲是呢图为这样仪轨啊，哦，然后永劫的供养，哦，都在供养这个寒山使者，常为弟子啊，哦，习居那个寒山啊时来之地啊，哦，起手文殊啊，哦，大家都说他是文殊菩萨来的嘛，哦，那寒山之士呢，哦，南摩普贤的话是这样，就是寒山是文殊嘛，那实德怎样就是普贤嘛，哦，那一再的怎样赞叹，借由 这些就是我们的仪轨啊，哦，那个声就是这样聊声，那个声就是一再的一再的赞叹，哦，讲愿超生死啊，哦，这就是这本书的重要的目的，这样让同学想要这样愿超生死啊，哦，知道怎么轻重缓急在哪里，什么对我们才是最重要的，哦，什么对我们才是最重要的，哦，好，34页这边，哦，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哦，四岁一觉啊，哦，人虎互说啊，哦，我们有分别心，所以认为这样人跟虎啊，哦，人应该是怎么样，虎应该是怎样，哦，所以就是这样，就好像无底的竹篮啊，哦，成这样五台雪，哦，我们累生累劫不晓得要轮回到什么时候啊，不是就像是无底的那个竹篮一样吗，哦，同学知不知道自己要轮回到什么时候啊，不知道，对不对，无底啊，哦，那个竹篮如果有底我们还是要沉多少，对不对，哦，那可是呢因为我们的累生那个很多东西的一个执着去抓取啊，哦，烦恼不断啊，哦，所以就像这无底的竹篮啊，一直的轮回啊，然后不知道到什么时候，那成五台雪啊，哦，那芭蕉怎样少种，那当然啊无底的竹篮我们也可以形容是怎样，除了形容众生就是圣一般的那个凡的部分，也可以形容圣的部分啊，对不对，圣的部分呢就是他们的智慧也 叫做怎样，也像是无底的竹篮啊，同学可以测吗，没办法嘛，我们有办法去测说哎，寒山他的怎样智慧有多高，我们有办法去测实德他的智慧有多高吗，没办法，就好像这无底的竹篮这样没有办法去称啊，没办法去很评估啊，哦，那我们的芭蕉扫帚啊，哦，一般是扫那个尘埃而已， 对他们的芭蕉扫帚扫的是什么天台云啊，哦，那风干老舍啊，哦，非我同群啊，哦，那有时候风干老舍我们之前说还有另外的意义嘛，哦，有些人他的讲好像一样重复风干所讲的，可是他的智慧跟风干一样吗，不一样嘛，所以同样的话讲出来当然不一样啊，对不对，哦，所以是非我族群啊，哎咦，这样聊聊天地啊知音少，哦，哇，你真的要找到一个真的能够了解佛法在讲什么的有没有啊，很少啊，对不对，哦，一般世间还是抓取这些世间的种种物根根尘交涉这些为实啊，哦，那唯有这样松风不耐闻啊，哦，所以这些其实都告诉你这样同学今天能够听闻佛法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哦，所以要懂得好好的这样好好我们好好的那个学习，然后这样能够愿超生死啊，哦，能够愿超生死，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回向，哦，大众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